以传播中国民族音乐为己任，华音网站。今晚首先出场的是打击乐少年组一号选手刘畅。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位参赛选手。一号参赛选手刘畅，女，14岁，汉族，中央音乐学院选送。她说，音乐是一条河流，淌过生命的每一个细节。她的生命因为音乐增添了很多的色彩，音乐让她美丽，她的自信让她成功。刘畅的参赛曲目是夜深沉，限时4分钟，请做准备，计时开始。谢谢刘畅的演奏，请评委为作品演奏环节打分。下面是即兴音配画，请刘畅选题。我选九号题。几号题？九号题，请播放画面。这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《老虎学艺》。小时候咱们都听过长辈们讲的这个故事，说这个老虎其实是猫的徒弟，
但是猫教了老虎一些技艺之后，老虎反而开始欺负起自己的师傅来了。还好这猫留了一手就是上树的本领。现在看的这场戏就是老虎欺负师傅的一场戏。哎呦，好，画面播送完毕，请刘畅做准备。我们来看鼓和这个动画片合在一起会有怎样的效果。刘畅准备好请示意。好了吗？来，请开始。谢谢，谢谢刘畅的演奏。我们请即兴音配画环节的评委打分并做点评。这个画面要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比，你在对比这个方面呢是理解的还是很好的。我发现你在鼓边和这个击鼓的过程当中，在音色的这个兑换上，把这个角色的这个形象的把握啊，情绪的把握都比较好。我刚才在看你在这个演奏的时候，我想如果你那个小鼓也用上，或者就会更好一点，就是对比的过程当中会更明显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有动和动的对比，动和静之间的对比，还有静和静之间的对比，对比好了，而往往有的时候啊，动和动之间的对比或者静和静之间的对比会更有魅力，就关键看你去怎么去处理它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可能就会使你这个画面呢更有动感，也更有魅力，是吧？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，对比抓得非常好，也很准确，祝贺你。谢谢王立光评委。一起来关注刘畅的得分。作品演奏得分97.6分，即兴音配化得分0.8分，最终得分98.4分。欢迎登录华音网站，对本次 CCTV 民族器乐电视大赛进行点评与互动。